好了，我们要工作了。把昨天焊好的这边敲一敲。OK。这也是拍一下工作记录。很久没有拍工作记录了。把这个敲一敲。这些我都会，这也是新的了。差不多，一折差不多就差不多到35吧，差不多35，一折到40，那就比较远，那个40了，那个就比较近40，35。可能还要再刷干净。怎样？新的比较花。新的当然是新的啊，但是通常用这个材料有撑起的啦。至少要弄到这种程度了，手摸不会觉得那个就好了。是新的，100块。要买两只而已哦，买两只而已哦。有在这都去买两只的，到处都有，这是必备的，因为这个哦，必备的啦。做就差不多这样子了，然后采菜不，这看这点心就够用，不够用了，昨晚上烧的。生活记录，很少拍这个铁工的啦。比较讲究一点哦，通常我会这边会有那个新粉底漆的，因为这个小案子就没手没扎，就直接喷这个银漆啦。这个我比较喜欢用，这个就是明星的，哎，明星的。哎呀，那这个干嘛？等一下要去再选，白菜不？昨天烧好，昨天嘎嘎的，晚上就直接把那一只烧好了。哎呀，你弄那个，啊，分工合作其实很快啊。这种我通常在现场敲一敲，家里啊，通常会在家里加工，不会现场弄。因为搞这个要花点时间，而且这个间隔是我预先画好的，我预先把它画好了。我用那个通常那个角度尺那个哦，角度尺那个就够用了，通常它也不会超过50嘛，我就控制在40左右，像这就40一包，真的，这个细才一包啊。细胶一包其实已经够用了啦，你只要焊接焊得好，有够肉其实就够用，不会说裂掉了，不会。我可以带大家去看之前旧的。OK， 这我盖的，这个我弄的。OK， 这已经很久了，去年的。你看我车底那边，你看他，
就是剩一板子，然后这150的，这个距离也差不多。你看，我这点差不多这样子，一块肉，这是喷漆的，你看看，差不多2.5吧。然后只要烧起来就这样子，我们的这喷银漆啊，这银漆品质很好。那时候做这个都晚上做的，这150，然后这深度差不多6米。这个6米，这跨距6米，然后上面就补，上面我都是用这个不锈钢的，你们的，然后这些都是先那时候晚上跟老婆喷漆，然后喷完漆，你看里面喷完漆，到时候现场就是补焊而已，补一些而已，等于说上面还有加那个新粉底漆啊，对啊，大致上这样子，其实这样做规格已经很高了。对啊，这个面大多大致上这样子。OK， 好了，拜拜，老婆要说一下拜拜吧。OK， 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拜拜。